这是因为生米对周身印象的变化过程，从不屑一顾到有点兴趣，到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最后到垂直入坑，直接躺平。搞笑中又透着兴奋，我敢说和你对周身印象的变化应该几乎一模一样，你看是不是这样的？偶然间看到周深的舞台表现，上一秒咦，似乎有点唱功，长得还算顺眼，有点羞涩，好玩。这种有点实力的青春小男生不多见了哦，多听几秒钟吧。下一秒嗯，不对，这个实力好像有点强，不是很确定，再听听看。已经凌晨了，想听他唱的完整版。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立刻马上去查。再下一秒嗷嗷嗷嗷嗷，人类怎么可以发出这么美的声音的？第一次听到让我五脏六腑不停颤动的歌声，每个细胞都得到了按摩。天哪，我竟然听哭了，忘记呼吸了，快要窒息了，救命啊，怎么这么会唱，这么好听，好神奇，原来音乐可以这样美，这样的震撼。再下一秒，听完了再听一遍，怎么又完了？不过瘾，再听一遍，又忘了，再来一遍，算了，开启循环模式。什么？天亮了，虽然一晚没睡，但开心无比，心福感满满。于是对他更好奇了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他为什么这么羞涩？怎么还这么可爱？他还唱过什么？我去找他的视频，我要去看他的舞台，我要去看他的综艺，我还要去看他的访谈，我要去挖矿，去考古。于是开始到处挖，使劲挖，挖个底朝天，我要知道他所有的一切。于是乎觉也不睡了，天哪，这几首歌我超级讨厌的，怎么被他翻唱的这么好听？他怎么这么会唱？怎么每首歌都这么好听？呜呜呜，我的灵魂在飞升，时空静止了，极致的舒适，极致的美，我哭了又笑了，我怎么这么分裂？完蛋了，我好像出不去了。三个月后怎么办？天天脑子里都是他，我要取关之前关注的所有明星艺人，除了他对谁都没兴趣了。继续挖啊挖啊挖，在小小的破绽挖啊挖，怎么还没挖完？好累，但好上瘾，越挖越上瘾。两年后疯了，居然还没挖完，他已经牢牢占据了我整个内心，整个娱乐时间，我太喜欢他了，我深深的为他着迷，一秒钟见不到他我都受不了啊。宝贝今晚又舞台了，可惜我分身分不过来了。第三年已经魔怔了，深深宝贝嘿嘿，神神宝贝嘿嘿，神神宝贝嘿嘿，哦哦哦哦哦。这是某问答网站一位生米的回答，简直太生动形象了，分享给大家，是不是很像你？哈哈。下面是叨叨自己润色的后的印象变化。对周深的第一印象犹如一场瞬息万变的情感交响乐，初始时刻他以一种清新脱俗的形象映入眼帘，一位兼具实力与羞涩气质的青春才俊，那不同于寻常的歌唱技艺与亲和力十足的外表勾起了浓厚的兴趣，令人不由得驻足聆听更多。仅仅数秒之间，那份最初的好奇便升级为惊讶，他的音乐才华如同破晓之光，穿透黑夜，瞬间照亮了感知的边界。在凌晨的寂静中，强烈的渴望驱使我探寻那个瞬间触动心灵的名字，那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。旋即周深的声音如诗如画的展开，宛如天籁般震撼，让人惊叹人间何以得此仙音。那是一种触及五脏六腑，直抵每个细胞深处的共鸣，仿佛每一个音符都在轻柔地抚慰着疲惫的灵魂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颤与感动，泪水悄然而至。那一刻我甚至忘记了呼吸，陶醉在这份艺术的魅力之中，九曲回肠般的赞叹在心头萦绕不去。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天赋异禀，才能将音乐演绎得如此摄人心魄？就这样一夜无眠，沉浸在周深的独特世界中，循环播放成为唯一的旋律，直至曙光微照，身心沐浴在喜悦与满足的海洋。这份新奇的探索欲望愈发炽烈，对周深的过往、他的作品以及他为何能在羞涩中蕴藏如此能量产生了无尽的好奇。
于是睡眠不再重要，我全身心投入挖掘他的音乐之旅。愕然发现，即便是原本并不钟爱的几首曲目，也在他的重新诠释下焕发新生，每一首都仿佛镶嵌上了奇妙的魔力，令人沉醉其中。时光荏苒，短短三个月过去，周深已然以其超凡魅力完全占据了我的精神领地。昔日所关注的其他艺人都黯然失色，唯有他独占鳌头，让我心驰神往。不断深入的探究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减，反而越发成瘾，像是陷入了一个充满惊喜的艺术矿脉，每一次挖掘都是一次新的发现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两年过去了，这股热忱丝毫未减，周深已深深扎根在我心中，他的音乐与人格魅力织就了一张无法挣脱的迷网，令我深深为其痴迷。每一分每一秒的远离都伴随着强烈的心灵牵绊，每当得知他又将迎来新的舞台，那种激动与期待交织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。时光推移至第三个年头，对他的热爱之情非但未曾削减，反而日益深厚。那份亲切的昵称宝贝背后，蕴含的是无数次因他音乐而起的欢笑与泪水，以及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深情厚谊。如今他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他在的舞台，就如同星辰闪烁，点亮了整个宇宙。事情将要发生，它终会发生，那一个很迷人的世界会不会改变，请不要改变。我看见自我的火焰，那一夜是告别，别忘却。当我穿过星辰黑夜，那就是你的梦很亲切。到底有多少没封存的怀念啊，而我怀念啊，到底有多少很遗憾的时间。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，它终会发生，那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会不会改变，它终将改变。走，